看看这叫多少吃饭的。这河边上的饭桌几乎都是客满。这什么好玩的？安昌硬糕，哎，这个好像我以前小时候吃过，蛮好吃的。嗯，哎，这个硬糕，哎，这硬糕卖多少钱啊？这个硬糕25块钱一盒。5块钱一盒是什么东西？25一盒。啊？这是什么馅的？里面有豆沙的，有芝麻的，哦，有南瓜，都有的。哦，5块钱一盒是吧？25一盒啊啊。嗯。就这几个字是吧？对呀。啊。你这准备的？这准备的。这个是黑金仙糕。他这边的小馄饨是特色，然后在这等着尝一碗啊。蒸糕，我小时候吃过，味道挺好的，不知道现在怎么样。看看啊，这就是点的小馄饨，食欲怎么样？不知道好不好吃啊？应该感觉不错，南方这种东西啊，一般味道都不错。这个臭豆腐多少钱啊？臭豆腐啊，来一块，然后多放点辣子。好。嗯，这个绍兴的这个臭豆腐啊，其实说白了是霉豆腐，没有什么臭味，嗯，也算是当地的一个特产吧。嗯，吃味道还行。